上回说到，李逍遥与赵灵儿来到苏州，意外结识了状元刘静元与武林盟主之女林月如。因月如比武招亲，李逍遥误打擂台，林父逼迫两人成婚。期间，赵灵儿因怀胎有孕，现出蛇身，才得知自己是女娲后人，但顾及自己外貌，便藏匿山洞之中。逍遥得知灵儿失踪，便与林月如直捣影门窟，后因狐妖幻化月如相貌，勾引刘静元，才使得二人再见灵儿时，误将灵儿当作蛇妖，大打出手。灵儿恢复人身，再约逍遥，最终却神伤离开，这才引出来逍遥月如寻灵儿，黑水斗僵尸，扬州擒飞贼，关灯夜，众少年历世十年约。你在这儿干嘛呀？赶快去陪灵儿啊！我两个重要，帮大人抬恩，愿在下替他受刑。我们今日一别，让我们十年后再相见。鬼王擒飞贼，为情人重逢铸金蝉，观花灯立十年之约。我叫李逍遥，打跑假扮成灵儿的蛇妖之后，我们准备先去吃个饭。这时来了一个给里给气的一字眉，说是灵儿的好姐妹，还说灵儿要见我，我激动坏了。到了约定地点，我拿恶婆娘练起了我和灵儿的专属动作，心想见到灵儿一定要把她的鼻子刮到出血。结果灵儿并没有来，恶婆娘推测是那个一字眉把我们给耍了，我很失落，这感觉就跟期待了很久的节目老跳票一样，你们懂的。收拾好心情，我们决定去找那个一字眉。而就在这时，阿基提出来要和我们分开，他要去当公务员了。临走之前，他说他帮我们打听到了那个一字眉叫唐玉。为了找到这个唐玉，我和恶婆娘问了很多人，可唐玉没找到，却等来一个婴儿肥。婴儿肥一上来就说恶婆娘偷了他干爹的钱。我才想起来，之前为了甩掉恶婆娘，我穿上他的衣服上街偷钱，我盯上了一个串脸狐，结果我来回偷了好几次，他都没有反应，我索然无味。没想到现在遇到了他们的人，我们动起手来，我和婴儿肥难分高下。关键时刻，恶婆娘抄起鞭子就把婴儿肥的腰带给解了，带着我拔腿就跑。看吧，我就说耍流氓管用吧。我和恶婆娘来到一片树林，正休息的时候，突然窜出来一只看上去很假的狐狸，照着我的腿就来了一口，我疼坏了。一个大妈飘出来说这叫因果报应，然后告诉我们附近有个白河镇，我可以去那里治腿。等我们到了白河镇，却发现这里正在闹僵尸，村长韩神医把我的腿治好之后就让我们赶紧走。而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紧跟着我就看到了昏迷中的灵儿，她嘴里正反复念叨着红色蒲公英。我终于找到她了，等她醒来时，我们紧紧抱在了一起，那一刻我再也不想和她分开了。可灵儿却把我一把推开，态度十分冷淡，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为了让他开心一点，我准备给他一个惊喜。在恶婆娘的助攻下，我给灵儿准备了漫天的红色蒲公英。虽然我们都知道红色蒲公英不存在，但灵儿终于笑了。壮志凌云几分愁，知己难逢几人留。浪漫过后，白河镇就被僵尸围城了。我们觉得这么下去不是办法，韩神医告诉我们玉佛寺有个高僧知道怎么除僵尸，我们就去找高僧帮忙，结果他还答应得挺爽快，只不过有个条件，就是要我出家。灵儿感觉到他不是什么正经和尚，就施法让他现了原形，老和尚变成了小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这和尚叫小石头，是一串900年包浆佛珠成了精。他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赤鬼王在作妖，而赤鬼王的老巢就在黑水镇的将军冢。穿过一片乱坟岗，打过一大波僵尸之后，我们找到了将军冢的入口。我们进入了将军冢。等会儿，这里面的迷宫等绕出去又得月更了，我得读个档。在将军冢的迷宫转了2年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官邸。这里冒出来一个造型奇龙无比的大将军，我和恶婆娘本以为他就是个渣渣，但没想到这货打不死。关键时刻，灵儿放出之前我们抓到的石妖骨，吸光了大将军的功力，我和恶婆娘才勉强干掉了他。可还没等我们缓过来，墙上突然开了一个洞，把我们吸进了一片血池。赤鬼王出现了，我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他抓走了灵儿和恶婆娘，说只能活一个，让我二选一。我告诉他，我选你妹。没有妹的他被我说的一愣，我随即救下了灵儿和恶婆娘。赤鬼王怒，但我决定跟他血战到底。我是赵灵儿，赤鬼王太厉害，逍遥哥哥和月如姐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可小石头告诉我，我怀有身孕，不能乱用仙术。赤鬼王抓走我们那一刻，赤鬼王让逍遥哥哥做出选择。逍遥哥哥说两个都要，但他还是先救下了月如姐姐。他告诉我，他爱我，可以为了我付出一切，可对月如姐姐，他不想亏欠。我很希望他第一个救的人是我，但先救谁并不重要。其实，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做出了选择。
这么长的时间，逍遥哥哥和月如姐姐虽然还喜欢斗嘴，但他们之间的默契已经无人能比。更何况石长老告诉我，我是南诏国的公主，现在南诏内乱，拜月教的人又在到处找我，危险太多，我实在不想拖累他。逍遥哥哥冲进赤鬼王身体前，他说他会爱灵儿一生一世。我爆发了我体内的女娲之力，除掉了赤鬼王。我捡到了一颗土灵珠，小石头说这本是女娲族的东西，现在被我捡到，也许这就是上天安排的宿命吧。我们回到外面，我准备把所有事情都告诉逍遥哥哥，可当我们回到白河镇，韩一仙的女儿孟慈姐姐却被石长老他们抓走了，让我作为交换去鬼音山换回孟慈姐姐。该来的躲也躲不掉，我逼不得已弄晕了逍遥哥哥。有些事情灵儿必须独自面对，灵儿不想成为大家的拖累，对不起逍遥哥哥。我叫李逍遥，等再醒过来的时候，灵儿已经独自去了鬼音山。我想把她追回来，却发现带走灵儿的人居然就是被我偷了钱包的串脸狐和婴儿肥。我打不过他们，灵儿也不想见我，我被婴儿肥制服了。恶婆娘把我带了回去，可我却心乱如麻。灵儿到底怎么了？我食了痣，喝了很多酒，恶婆娘照顾着我。酒醒之后，我决定一定要找回灵儿，所以我和恶婆娘到了扬州，赶巧遇到这里闹飞贼全城戒严。而更巧的是，就在当晚我们入住的酒店里，一个胖子被偷了，看到他丢钱就跟丢命一样，我和恶婆娘就决定帮他把东西追回来。一番追逐之后，我们从飞贼手里抢回了东西，而我则看到了飞贼眼下的泪痣。追回东西，胖子高兴坏了，但里面却少了一个葫芦。胖子当时就翻了脸，说恶婆娘就是偷他东西的人。恶婆娘很不爽，但我却已经知道葫芦去了哪。在我们进城时，我救了一个被流氓调戏的女人。为了报答我，这个女人邀请我去她家喝酒。这女人叫姬三娘，巧的是她的眼下也有一颗泪痣。我找到姬三娘，让她交出葫芦，好换恶婆娘清白。她则表示东西藏在一口井的井底，让我自己去拿。我和恶婆娘来到井底，我们发现了一堆姬三娘偷来的赃物，还有一对警察。好的，人赃并获，被抓到公安局。我意识到我们被陷害了，我向局长申请给我3天时间，让我自证清白，以少年李三天的名义。我重新去找姬三娘，这次我不客气了，她也不客气，上来就把我们给迷晕了。我们被关了起来，中途她跑来带走了恶婆娘，等再回来的时候说恶婆娘已经走了，并给我留了一个东西。当时我看到那是莫失莫忘灵的时候，我就知道恶婆娘出事儿。我想尽一切办法逃了出去，当我赶到公安局的时候，恶婆娘已经挨了板子。原来姬三娘用我来做要挟，让恶婆娘去顶了她女飞贼的锅。这丫头怎么这么傻。之后我们带了局长堵了姬三娘的门，这次她没有耍花样，只是和她死去老公的尸体静静地等着我们去抓。原来她做飞贼偷东西是为了去买能保存自己老公尸体的药物。真相终于大白了，葫芦也重新回到了胖子手里，只可惜他祸不单行。等我们再见到这个胖子的时候，他的宝贝葫芦又丢了。但他这次更关心的是怎么能够活命。他说他遇到了妖怪，妖怪杀光了他随行的所有人，现在正到处找他。这时我们收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胖子是个负心汉，还明确让我带着胖子去赎罪。我们带着胖子去到了约定地点，发现灵儿他们居然也在。原来所谓的妖怪其实是这胖子的老婆，只因为练功练得走火入魔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没想到胖子翻脸不认人，抛弃了他和别人在一起。这次见面本来是打算让他们和解，却不想胖子坚决不愿意和妖怪在一起。他老婆恼羞成怒，和我们打了起来。慌乱间，胖子用我的剑杀死了他老婆，胖子跑了，女人含恨而死，唯独留下了那只可怜的公子。事情解决了，我想找灵儿问个明白。但我知道他心里还有我。我们决定分道扬镳前的花灯夜，月如再次为我和灵儿准备了一场红色的蒲公英。所有人都忘掉了烦恼，忘掉了心里的负担。夜空下，我们喊出了心里最真的愿望。
那一刻，快乐的氛围像是一个美好的大结局。是啊，一切要都在这里结束，那该多好啊！我是怪君，本回出现的大段迷之感情线都是电视剧的原创情节，如果单纯按照电视剧的叙事节奏，矛盾、纠结、虐心这些一点毛病都没有，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对原本已经熟悉仙剑剧情的观众来讲着实有点吃不消，甚至还会给人一种强行凑剧情的感觉，尤其是在解说的时候，为了捋清楚这些线，我真的很想先走一步。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本日本推理作家甘胡桃的《爱的成人式》，理论上来讲这是一本爱情小说，书名听上去很十八禁，但故事却非常的单。这本书很薄，也被改编成了电影，有兴趣的话你看了就知道了。我是怪君，帮我家字幕那小子已经祭天了，我们下期再见，过了拜。在本期故事之中，赤鬼王给李逍遥出了一道难题，让他在两个之间只能选择活一个，而李逍遥接着回答两个都要。其实在现实生活之中，选择困难症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只不过这种事情放在我身上那就不存在了。当娘妹还是三大爷？张杨妹，长高还是变帅？长高。俄罗斯还是欧美的？欧美的。你的宝贝还是周更？